除了彰化市有洞头像乌坑以外，在芬芳乡也有灾情传出。不过，这是因为人为的因素，造成30,000丛的樱花浸伫咧大水内底，互农民烦恼嘛真生气。这个水利会是毋是有失职？画面当中一大批樱花全部浸伫咧大水内底，而且大水已经有半个人这么高。这也是雨变较少之后，在雨当大的时阵，规个人拢要被大水淹去。这就是芬芳乡通往草屯复兴路路边的樱花田。农民表示，在昨暗时的大雨当中，因为水利会切漏工作站把水门锁死，拍袂开，使风台带来的雨水从水沟内底水淹到田内底，30,000多株樱花全部浸伫咧水内底，可能有生命危机。因吼，伊这咱这搭的田吼，伊有一个水利的迄个做集水沟吼，啊伊有做一个水闸门伫遮，啊伊若过去吼，做风灾落大雨，伊拢水闸门会甲拍开，啊伊这回就是水闸门，这个甲锁死的，开袂开，啊锁条的拍袂开，啊所以所有的沟水都要为咱的田底淹入啊。咱的排水都无法度咱消除安尼，伊只排大，咱消除是安尼。这些在单位负责的。这是迄个做咱这那芬芳乡吼，迄个做家乐的工作站。算水利会。嘿，水利会。对于水利会疏忽，河龙田因大水，农民嘛真无奈，因为樱花实性是袂用浸伫咧水内底超过10小时。也无可能会造成无法度挽回悲剧，所以农民除了赶紧通知水利工作站把水门拍开，嘛紧急准备抽水机抽水，避免因为浸水造成樱花伤害。新中华新闻白面林分红采访报道。